那伤心的歌曲，当枫叶彩虹，我会回来看你。这样说那样说，这故事到底怎么说？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十点多，在空军圈圈里的一个小小小角落，而女老师飞上去刚刚结婚一年多，女老师怀了孕，想在今夜说。出口飞将军一起他转身走，无情坠落我的马蹄，流水不息像过去的脸，今夜在哭泣那伤心的歌曲，当枫叶彩虹，我会回来看哟。人难了事难受，命运实在更难了，谁知那晚飞将军他一去不复返，而女老师她心碎得不得了，独自忍着万分的伤痛，养着小强娃娃，而寂寞孤单眼泪失落伤心和烦恼，哪一种他没抢到，哪一种他躲得了，只是在他心中一直不能很明了，到底命运对他是怎么了怎么了。无情坠落像过去的脸，今夜在哭泣那伤心的歌曲，当枫叶彩虹，我会回来看哟。说也快说也慢了，说也三十年过了，是老天突然睡醒了，还是命运的编剧换了人做？台北机场的跑道上常常迎接人群中，小孩都已三十多了，飞机再回来的时候，传说已久从未谋面，名叫父亲的英雄。传说已久从未谋面，名叫父亲的英雄。有一句话，女老师她三十年前说不出口。有一句话，女老师她三十年后说不出口。说不出口。有谁泪一直没有停过？有谁伤一直没有活过？有谁痛一直没有醒过？有谁话一直说不出口？有谁泪一直没有停过？有些伤一直没有喝过，有些痛一直没有醒过。秋风无情吹落叶飘满地，流水无情像过去的脸，今夜在哭泣那伤